小心直升机掉下来了，直升机掉下来了，空投了，给我炸到这。非武装直升机。没事，这个非要是个四六分。我嫂子其实他才十几岁。这么粗的吗？他那个。他其实跟听起来像他下飞机在飞机座位底下，然后画条路线。下，远离飞机，他要走，啊，跟着线走，控制前面，走吧，贝尔，站起来走，因为我们现在这地方都是我们清理过的，比较安全。我要没回答你的话，就是我没听到的。OK， 明白。啊，有个新情况，我看到我们 NW 方向应该就是目标点那边那个山头有一个很高的铁塔，不过上边应该没人。让我用无人机侦查一下吗？不用，你现在飞过去太慢了，无人机。等到山底下了，你再让无人机飞起来。好的，我们现在这边草丛里边趴一下，然后等你先侦查。好。蓝队我跟上了。地图上 Enter 一是我地图上标出来的第一个入口。根据地图是那个三个入口，但是你们记住啊，这个地图是那个第一次车臣战争之前的老古董，所以它不一定完全一样。OK， KK， 正在搜寻。贝啊，你就在这个松树下面掩护。看到了，有巡逻兵。什么方位？正在判断。你确认一下，你是不是看到的是三个六？啊，可能是你们俩两个人在树下。啊，是你们俩。对，但是我。你注意，你寻找一下狙击手。寻找一下敌军狙击手。OK， 四个炸药都装好了，我现在跟贝尔撤回去，然后我们想办法接近那个三号入口。好，这里是保持低姿。好了 ，Kiko， 你可以退出无人机了，然后跟我们一起行动。OK， 对了，你再看一下有没有载具是什么的那个。Kiko，我看见有很多载具残骸，一号入口有个粉碎直升机，然后有一个还有一些，在三号入口附近有很多掩体，附近可以趴下吗？趴下呗。我们到了，我们在你们旁边。等待 Kiko 到了位之后，你们准备一包的。哦，注意三号入口外边有站岗的人，至少三个，我这边至少看到三个。来了，别看了，准备进攻了。来了，飞机在我们 W OK。好，飞引爆！我看见飞机飞过去了。引爆了，引爆了。飞弹不留，未命中。这把他击中。推进，击毙，继续推进。我好像听到反击的声音了。换霰弹了我。
我往里边扔颗手雷啊，我不确定里边情况，先扔颗手雷。我这边冲上来，先治疗。这边武装车旁边应该有个人。啊，一方向有人，一方向有人，一方向。去 ES 方向，其他人怎么样？男主到仓库左边。对啊，我现在是现在的。收到。现在换弹呗。在 NE 方向，我给他扔个手雷，手雷掷出。好，上面击毙一个。发生武器，男主受伤严重，我在爆炸。烟雾弹珠。对啊，怎么样？被击中腿了。我们这块应该安全。操！等一下。N E 方向，我没看到他在哪。我看到了。刚才那个直升机残骸，直升机残骸左边，直升机残骸左边，两名两名。击毙一个 ，OK， 扔过去吧，扔吧，不要。手雷支出。有 W G 导线，正在复活。嗯，扔了 ，OK。补枪，补枪，补枪。应该都死透了。刚才这边这个直升机残骸旁边，我收到。注意，我们在你们的 SE 方向扔手雷的时候小心点。掷出颗手雷，刚才那边有一个没死透。这 AI 还会丢手雷吗？Nice， 机票。红组注意前面。我知道，我应该快跟你们打上照面了。你们注意别打到红组。确认击毙，这边塔上面的击毙，友军准备从入口出来。我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我们去检查一下这边这个角度。开一下集装箱，集装箱可能打不开。焦太郎呢？这边这两个打不开，你们注意一下。然后准备进仓库里面。焦太郎卡了，刚才是。我现在刚才一个手雷给我炸的，现在还耳鸣呢。我知道，你戴上耳塞会好很多。哎，对，注意刚才门口那边打那个火箭弹车那地方的。还有活人吗？就入口的地方。啊，火箭弹没有，你看车那里还有很多活人。行，那个我跟红组那个先在里边清那个建筑物，你们出去清那些车辆。男主，我们出来。好的，收到。贝尔换那个贝尔，你去帮我开门，然后立刻让开，我换那个霰弹。开门吧。收到。这个门。
能叫做人。收收的是现代换弹，别乱扔雷。建筑物里边别乱扔，啊、别乱扔雷。我不知道扔哪儿了，往顶上。空旷地别乱扔。这个门有一个 ，OK， 我就是找这个门。一兵一个。他这边被隔开了，这建筑物被隔开了。往前拉，往前推。去另外一个门，这个建筑物被隔开了。对，哎，对面门里边还有人，不能扔手雷，贝尔，我先扔个，你把这个门打开，我先扔个那个闪光弹进去。收到。准备好了，贝尔。OK， 闪光弹掷出。我们疑似发现目标了，贝尔，小心这个，小心蓝队激烈点火，把这个把门从旁边打开，我看一下里边什么情况。后三了，有雷，里边有个人。哎，这里边有疑似东西，但是看着不像核弹。贝尔检查一下情报，里边有个文件。收到。建筑物里边我们发现疑似目标，但是那玩意儿看着长得不像核弹。还有这个建筑物里边的是雇佣兵，跟外边的人穿的不一样。收到。假情报。假情报。清理完毕，男主退回去。假情报，这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这情报是我们要找的东西。这箱子里边的只是一些那个食品。什么人的尸体？食品，吃的罐头。食品啊啊！有什么好吃的吗？伏特加。不是，重点是没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我们再搜一下别的建筑。好，看见你们撤出。优先寻找，优先查看集装箱。集装箱。喂。红队还好吗？我看见红队的帐篷弄烂了。帮我警戒一下。把雷量拉起来。刚才这里边有一个没死。拉起来。好了，我起来了。我补了枪了，都已经。收到。这有一个那个平板，查一下贝尔在帐篷里边。赶紧注意情报，可以观看。也是假情报，你看一下这情报上面说的什么。我也听到了，好像在外面。优先解决。无人战斗车。无人战斗车。看见了目标，246，在我们在帐篷附近，红队注意。收到。无人机被打下来了。无人战斗车。方向。无人机被打了，我得找一个高处，我这地方没有角度。打他摄像头有用吗？我拿高爆弹打他们，哎。他们火力很强，别跟他们正面怼，怼不过他们。我扔个三模块到外面，别去外面啊！我没发现敌人，只发现一辆无人车。无人车不是我们的，无人车是敌人的。好像有敌军部来了，我听到步枪的声音。瞄准人态，有敌军增援，在 N 方向进来了，步兵。你们情况怎么样？好，炸了一个无人车，炸了一个无人车。增援是雇佣兵。被炸了，红队还好吗？我们没在帐篷里。我在那个防爆墙后面。我在入口附近。我去这边塔上面看看。收到，注意安全。
像安静。中装甲吗？啊，哦，直升机看到了。啊，这个是三辆无人机战斗车，只能靠你了。我可以。他飞得太快了，飞得太快了。小心直升机掉下来了，直升机掉下来了，空投了个战斗机。被武装啊，敌方直升机第一个掉到那个 ES 方向了，没炸。哦，好吧，炸了，看炸了，有降直升机，炸了，马上爆炸了，说降人了，降人，下来了，下来了，驾驶员被打死了吧。有固定翼是我们的吗？我们的，直升机掉我前面了。固定翼是我们的，我让那个我让歼轰七往那个就是正前方入口敌人来的那方向再打一轮那个火箭弹，注意，退回去准备防守。看见火箭弹了，火箭弹打到树丛中，没有命中目标。我知道这地方它不太容易命中，需要提供机关指导吗？哦，我看到那个无人车的位置了，在 W 方向。敌方好像也有，我活着的。这辆车得到吗？我在塔里边，没命中。有一辆无人车，我知道，我在试图攻击他，他老跑。三模块直出，趴下三模块，好像炸到了。好，他们各个方向都来。刚才说话听不到吗？废旧车这里有无人车在动。啥？User in the chat. 飞到我 N 方向，看见我们的飞机了。高爆弹用完了，高爆弹用完了。一毁一个。我这里有一辆武装车，21方向。我看到了。啊，武装车内有人吗？好像是没有，没看到。有没有桶子？这是那个歼轰的机炮。飞弹目标。你们在周围的建筑里发现东西了吗？没有。W 方向还有一个活的无人车，就没看到别的。蓝队所有人报告，一个一个报。Take 正常。监控又来一波了，注意地图。飞弹幕。交代了，遇到正常。收到。我操，这一发打得有点近。我得叫他们停火了，他们刚才那几发打的。这个事儿是这样子，我们刚才找的两个那个找到，我跟贝亚找到两个情报都是讽刺我们的，我怀疑他们知道我们。对。让歼七停火吧。
他们说还能看到有目标，他们最后清理一波就走了，我们也想办法撤了。让他们清理完之后，我们去看一下敌军残骸附近，他们增援的那个地方，和他们车辆上面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好像清干净了，那边我看又炸了很多东西。你们如果开那个绿色雷射的话，他们好像可以看到我们。好了，他们打完了，他们准备撤了，我们可以出去了。飞弹不掉了。我这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去检查一下外边刚才他们炸的那一波。知道。我跟贝尔去检查一下外边刚才炸的情况。男主去那个残骸右边，我们看一下。对，无人车可能还有战斗力，只是被爆胎。右边武装车内没东西，男主出来吧，男主出来到我这。好，红叔，我们听到这边还有辆车活着的贝尔，这边还有辆车活着的贝尔，有发动车的。我给他一个那个，给他一个那个三毛，退回来，退到这个车后。找掩护，他们要扔三毛，男主找掩护。刀车，坦克，坦克后面，再给他扔了一颗，又一个三模块。现在他们是不是交战了？红队还好吗？什么情况？还有残留敌人。男主靠近，走的。我看一下去。检查一下载具。载具都炸毁了，里边没什么东西，这个车废了。还有残疾，还有残疾，击毙了，挺好。找车，只能往那。好了 ，Kiko， 把你的无人机叫到撤离点。已经被打下来了，有敌人开火。挣钱！看到了，走，继续走，撞他们。这边很多人。你枪不要开，刚才卡了一下。你先进树林一。等那个车过来。因为我是黄来了，我是黄色的留的。哎，没事，就黄了吧，我给他扔了，不用管。黄色烟雾弹掷出，往 N 方向。无人机回来了吗？对，无人机都上来了吗？你能跟上我服了你。现在正在发射。